这个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对，我在家，在家里的一个小角落，坐在地上，跟你们直播。对，今天这光还行吗？轩哥弄的。哎呦，你小心点。我女儿呢，在楼上，在。哦，亮不亮？太亮了。轩哥在实时调整我的灯光。哎，你拿，要不然你这样，你哦，这样调。好，我就拿这个。哦，不行，直播要是 Lucky 进来了，我就被关播了。小朋友不能进直播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宝宝们。平时吃什么水果？吃什么水果？吃什么水果？葡萄，我特别喜欢吃葡萄，还有柠檬，直接生吃柠檬，你们会喜欢吗？我很喜欢生吃柠檬。什么时候拍戏？拍戏要等等，因为拍戏需要大，就是很大块的时间，但是这边现在还小，所以就会想等一等，再。用大块的时间去工作，这个就是没办法，就是需要平衡家庭跟事业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可能会把工作的比重随着家庭的这个部分稍微做一下调整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就只能委屈一下我的影迷宝宝们，想要看我就是电影或者是电视或者是之类的，就可能需要等我一下下，神秘嘉宾会有。关键信息就是好朋友，什么？你们这到底从哪里知道？对，不能说，男的女的都有，有杨，那你杨哥是肯定要在的呀，对不对？杨哥是一定会在的，然后其他的就是反正就是七个很好的朋友。真是非常好的那一种，但是嘉宾这一趴，对，就是又想说又不敢说，哦，宝贝说又长得不像了，是又变美了，是不是？炫哥肯定会来啊，但是他。不敢说，苹果不喜欢那么亮，是吗？谁说不喜欢那么亮？我是觉得蛮好看的。哦，那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吧。啊？我看到了一个问题，是问我怎么拿捏男人。有空。有空我们慢慢聊，好吧？有空我们慢慢聊。今天我们主要聊那个演唱会，戒指在哪买的？戒指在哪买的？戒指在哪买的？巴黎。哦，在巴黎买的，不是这一次，以前了，很早。你感谢我，这件衣服是十几年前买的，这件在泰国买的。而且很便宜，就是我这是个两件套，因为它是个裙子，这样套着的，就是个还挺有设计感的一个衣服，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机会穿，我想说，哎，就正好可以来穿一穿。你们猜，反正嘉宾是七哥的好朋友，哎，宝宝们你看一下，有人说戚薇离婚吧，我娶你。截图一下那个号，这个生气了，声音怎么变了？变了吗？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在练唱，所以声音是不是清晰了一些？对，喜欢你老公，我问他喜欢你，谢谢。
明星也开直播，这个开直播都3年了，宝贝。